这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，啊！师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是自信本有的。 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德能，本有的相好。换一句话说，自信里头没有一丝毫欠缺，它是圆满的。啊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啊，不是说佛有我们没有啊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现在差别很大。 啊，我们跟佛不能比，这原因咋佛也说过，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得。啊，这句话重要啊，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啊不见了，啊，不是没有了。 因为自信里面东西不生不灭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那现在不见了呢？是有障碍啊！这个障碍不是般若得相有障碍，是有一种障碍把它障住了啊！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显现了啊！什么障碍呢？ 嗯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智慧德相就现行啊，圆满的智慧。这个“德”是什么呢？“德呢”的在佛法里面呢，讲神通啊。 啊，那是德能呐、啊！啊，言言见能见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能见到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。这个能力多大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能看见宇宙的缘起。 啊，智慧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清清楚楚、明白明白白。相是相好，我们一般人讲真善美慧。那在什么地方看到呢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看到了，那世界美好啊！ 华严会上，世尊为我们介绍华藏世界，看到了啊，那个是没有障碍，也就是完全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所现出来的那种德能相好啊，本来是那个样子的，对、啊、一点都不稀奇。 啊，华藏世界是我们自己心现识变的，它那没有实，所以它没有变化，只有心现。西方极乐世界亦佛如是。啊，自己心现，自己哪有不能受用到呢？啊，享受到那肯定有嘛。 那、啊、佛说的这么清楚吗？只要把障碍除掉，啊！而且佛还告诉我们，我们无始以来，这业障习气太重了，迷的时间太长了，啊！现在要想恢复，不能一起放下，佛教给我们慢慢的放。 也行，那叫我们先放下执着，啊，执着一放下，六道就没有了，啊，六道里面这些灾难呢，你就不会受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啊，先放下执着，再放下分别，分别放下了，声闻缘觉这两道没有了。 啊，设法界这两个法界没有了，啊，只有菩萨，只有佛。如果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这两道也没有了，啊，菩萨佛也没有了，也就是说，设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设法界没有了，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出现了一真法界。啊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 就出现了，啊，这个只有心现，没有实变，啊，这个境界里头，都像相宗所说的，都已经转世成智了。